机。大家好，现在你们看的我后面的现场就是前在达曼达耶那边的选民登记现场，现在是中午12点是吃饭时间，上天是人蛮多的，不过我们的选民登记现场是一片冷清。以前我们选民登记是一片长龙这样的，不过那个算补选啊什么过后，选民的热情已经没有像以前了，就今天现场就很像这个绵绵细雨一样，就是很冷清的现场。我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希望，还没有登记的请到附近的邮政局，或者有这些选民登记的靠登，你们也可以去登记，不要放弃希望，国家需要你们的票。我们下一次的选民登记是在我看一下啊 OK 是在7月2号，是在不吹完色的东森咖啡店，记得东森咖啡店不吹完色的，若住附近的还没有登记的请到东森咖啡店，9点到1点，7月2号 OK。 还有多一场是在7月3号的达曼德斯的 blog 新天面粉果是在7月3号9点到1点，国家限免的票，还没有登记的尽快登记，为华现场报道。